都要感謝Joshua Fellowship 嘅 members 啦，百忙之中幫我哋練習咁多次嘅。另外仲有我哋嘅我哋嘅 mentor 啦，即係我哋嘅中文嘅我哋嘅導師啦 ，Uncle George 啦，同埋 Shelly Ken 同埋加拿團契嘅其他團員幫我哋幫手嘅。另外仲要多謝我哋嘅指揮，我哋青年團契青年樂隊嘅指揮 Herbert， 今日就應該唔喺度啦。咁咧，我哋今日完咗之後咧，我哋門口咧喺各個門口咧就會派我哋嘅曲奇餅啦。我哋尋日咧約書亞團契咧就經過幾個鐘頭嘅烹飪班之後咧，我哋就整咗啲曲奇餅俾大家食嘅。咁我哋呢個烹飪班亦都要多謝我哋嘅指導啦 ，Lily 啦，同埋 Kelly Chow 幫我哋做呢個烹飪班嘅導師嘅。跟住係會務報告，第一項會務報告咧就章程裏邊冇嘅，咁就我哋約書亞團契，我哋約書亞團契咧通常咧會喺每個月嘅第一同埋第三個禮拜六4:00會喺教會度舉行嘅。我哋嘅下次嘅團契咧會喺4月4日，即係4月嘅第一個禮拜六。我哋嘅主題會係復活節電影欣賞。我哋嗰日嘅主持會係由 Kevin 趙子信弟兄，詳情請與 Kevin 聯絡。咁加勒團契會將於3月27日星期五晚上8時正於教會舉行聚會，詳情請與 David Ken 簡潤威弟兄聯絡。三月份音樂敬拜預告喺本月最後一個星期六，即係下個禮拜六啦，就3月28日，我哋下午4時將於本堂舉行音樂敬拜聚會，主題是傳揚主恩。我們音樂敬拜是以影音和詩歌、聖經的真理去探索人生的意義，歡迎各位朋友一起參加。也是聯合教會溫哥華南區議會探訪特別報告，為對本堂事工表示關懷支持，南區議會探訪隊將於3月24日星期二晚上7時來到本堂探訪，除了將與堂會分享和討論之外，亦都歡迎各同道出席是次舉行的探訪活動。南區議會探訪組是由 Rev. Maggie Watts Hammond 帶領，各同道可以以書面形式或者電郵形式和他聯絡，他的 email 是 ouc.minister@palace.net， 即他 email 會在章程中。有咩詳情可以與高牧師聯絡。我哋現在係唱詩歌《耶穌奇妙的救恩》，我哋係將會唱第一節同埋。